今天我就来问问，这个池子有多少小伙伴是为了九旗忍才抽的啊？是的小伙伴在屏幕上扣个一，为了九旗忍但是却不小心出了一豆的扣个二。今天我本来打算小抽一下的，垫了两个单发，还充了一个六四八，我想着就一个四星嘛，能有多难，搞不好十连都能出俩。可结果呢，第一个十抽五狼，第二个十抽五狼，第三个十抽I don't know what this is, but it's kind of hot. 我这是捅了狗的窝了是吧？愣是一个九七人的绿毛都没见到呀，你说气不气？还给我歪了早用。呸！算了，那我想没关系啊，你还有，我允许你歪，但是下个十连必须给我九七人了吧？这个要求不过分，对不对？给我出！ Surprise！ 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你个老六啊！那接下来还能换六个球，大家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吗？已经五十六抽进去了，五十六抽啊！萧公可立半夜他都要来了，这要是直接出魔龙一豆了，米哈游你不浪费我保底吗？当然，一豆，妈妈我也是爱你的啊！咱们主要还是针对米哈游这种浪费的行为，杜绝浪费，浪费可耻。哼。对不起啊，倩倩，我真的是需要九七人，但是米哈游我是真的一滴都没有了，抽五星都没这么费劲儿。再来一个六四八，不能再多了啊，你不能给我一个人薅吧啊。哦，完了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来劲了。哎呀，就这呢还不给我九七人，四星比五星都还难出，你敢信？给我喂，给我九七人，给我喂，给我九七人，给我九七人啊！没事儿吧，你哈游，两个四星外加一个五星，结果一个九七人都没有，也太过分了吧！可不可以求大家为 UP 主点个赞，回波血呀、我真的是气吐血了。我现在就感觉我整个人啊，和九七人一样，整个脑袋绿油油的，我就仿佛一根用了金克拉的绿油油的大韭菜，一边绿。还一边大喊：“求求米哈游，快来割我吧！求求米哈游，快给我一个九七人吧！”哦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来了。看看，花大价钱的死心，可是这九七人是真的好看呐、最后还真失抽了，给米哈游一个道歉的机会啊！如果再给我一个，再给我一个九七人，米哈游就是……不想说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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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你。